观众朋友们好，我是 Cyco， 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然后顺便点一个赞，那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接下来我向大家分享的内容。那我们现在赶快开始吧。觉得我那一 part 的那个暧昧唱的不如我平时这么的稳当，因为我的内心是觉得好紧张，我不太知道大家反应是什么，看着就觉得就是很熟悉的人啊，对，很熟悉。他不是嘉宾，他是家人。他其实就是在自己的家的客厅拍的，就是最自然的画面。我很喜欢这种感觉，因为我就像我自己的 vlog 一样，就我觉得呈现最自然的东西是可以让观众最贴近我。
请记得一定订阅我的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然后顺便点一个赞，谢谢您的观看。